天尊，你听，下界进乐国王，又向我们祈祷了。是啊，他九子心切，这也无可厚非。如此说来，咱们就赐其一子如何？嗯，未尝不可。他在下界也算得上是一个有道的明君，而他的妻子善圣皇后，也是一位不得其辈、母仪万邦的好皇后，德一子嗣。 理所应当。那么，依天尊之意，上界仙班中哪位可以下凡投胎啊？此乃为玉帝所开之金口，若依此标准，恐不易寻获。果然如此，看来非得由朕分灵而下了。如此甚好，这也是他们应得的福分。好。 那分灵之术就有劳天尊了。岂敢，理所应当。不过，此子出世，往后异业非凡，不可限量。我将亲自调教，不仅使净乐国一帮水土得其恩惠，进而使其德泽广披四方。玉帝，你看如何？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朕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 启禀万岁，臣妾恐怕有喜了。
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臣妾流血了。皇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臣妾也是这两天才感觉到的。皇后，你坐，你快坐好。臣妾不敢。不要紧，你赶快坐好，别累着了。天哪，朕终于有后了，终于有后了。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回陛下，好像快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摆驾紫霞宫。 恭喜陛下，各喜陛下，娘娘千岁刚刚产下一位灵儿。平身，恭喜恭喜！万岁！万岁！ 天地之间为什么会有生命？为什么凡是生命就必然死亡？生者何来，死者何往？老臣不知，望殿下恕罪。先生，你是奉旨来教我读书明理之人，近来为何许多问题我都得不到答案？臣启殿下，恕臣无能。殿下近来所追求的，乃是那些博学鸿儒的大人们。 穷其一生而不可得的大学问，臣的这点粗浅知识，实难胜任。那我究竟应该去找谁问呢？宫外的百姓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吗？太子殿下，你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，还有许许多多不公不义的事，正等着你去扫平。我？不错，就是你。
如今的世道是妖魔当道，恶鬼横行，而斩妖除魔匡扶正义，造福万邦，救黎民于水火，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，非你莫属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要着急，待我给你指引一条明路。你必须放弃王子之尊，动身前往武当山修炼无极上道，待到功德圆满之时，必能除尽妖邪，得披四方。切记，切记。要去武当山修炼无极上道，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给殿下请安，殿下该用早膳了。殿下，宫娥姐姐，你说这宫外的老百姓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呢？百姓哪有那么好命，东西啊都是要用钱买的，如果没有钱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过日子。钱？钱又是什么东西呢？钱，钱就是银子啊。银子？银子到底长什么样呢？你待会拿些过来让我瞧瞧。是。皇儿，你真的弃你父王和母后于不顾，执意要去武当山修道吗？我真不明白，你在宫中哪一点不好？是朕和母后不疼你、不爱你，还是你在宫中受了什么委屈？锦衣玉食、一呼百诺的太子你不做，非要到那离家万里、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中修什么道、练什么术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？还有没有晋热国的成名？父皇，母后，儿臣就是为了要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，才决定要上武当山修道的。啊，皇儿，此话何意？儿臣知道这样做你们会很伤心，但日后你们必会了解儿臣的这一番苦心。儿臣的责任不仅仅是使我晋乐国一方水土成名得益处，而是要斩尽妖魔，使普天下苍生同受恩泽啊。不要说了，朕不管你怎么想，朕就是要让你留在宫中好好读书，做好太子，日后接掌王位，这是朕的旨意。哼，父皇，父皇，母后，皇儿，陛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怎么了？快说。启奏陛下，太子殿下离宫出走，去向不明。儿子，我的儿子怎么了？
你问他。奴才叩见娘娘千岁。快说，我皇儿怎么了？禀娘娘，太子殿下离宫出走，去向不明。我的皇儿！启奏万岁，娘娘，太子殿下离宫之时，留下书简一封，请万岁薄目御览。快呈上来。遵旨。父皇母后在上，儿臣顿首于足下，儿臣此去乃势在必行之举，因儿臣决心已定，修道不成誓不罢休，为铲尽天下不平，为黎民苍生，非入山修炼难以担此重责大任，也是报答亲恩上上之举，他日相见，二老必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自豪，儿臣此去还望父皇母后必差人寻找，以免徒劳。儿臣再次恭祝父皇万岁万万岁，母后千岁千千岁。